个州，它的首府是古晋。古晋和世界大多古老的城市一样，是沿河发展起来的。古晋最美的景致当属沙捞越河的两岸。这些还都是过去的这个渔村的这个当时的原貌。对，这边全部都是这种马来民居。对，然后这边全是有点像我们说比较现代化的这种教堂啊，高楼大厦呀、啊。有人讲这条河就是分隔城市的生活，跟乡村的生活，生活 对。所以我们说可以感受古晋的现代和古老。然后在左边那边，你看，这个对，前面那边，有一个我们的清真寺，就是我们的古晋的一间老的教堂。它跟我们沙叶最大的一条河就是拉浪河，那个就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方向，对。它的出口是连着南中国海。沙捞越河的南岸是殖民地时期的市中心，那里保留着许多欧式建筑。而在北岸，我们可以看到一座令人瞩目的宫殿，它是1870年沙捞越一位统治者送给年轻妻子的一份结婚礼物。叫做詹姆士布洛克的人突然得到了一大笔遗产，他心血来潮，立刻购买了一艘武装探险船出海探险。詹姆士从伦敦岳阳来到了新加坡，继而驶往婆罗洲岛的西北岸。1839年，当詹姆士驶入这条河时，伯尼国的国王正在为土著的骚乱而大伤脑筋。詹姆士自告奋勇，很快就帮助国王平定了骚乱。但这时伯尼国的国王才发现请神容易送神难，于是只好将古晋以及其他两个省的统治权交给了詹姆士。1841年，詹姆士以古晋为首府，建立了沙捞越布洛克王国。就这样，布洛克家族在这里持续了三代人，共100多年。